嘿，各位吉他社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二筹会。大家还记得一筹会的时候，宣传世男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就是他们爱的信物。他们爱的信物之后，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二筹的剧本啦、啊。那么、这一定是很精彩刺激的、啊、哦，棒啊！好，那我要做我等一下的事情了。啊，各位先拜拜啦。太好了吧！只有我是少女，少女，魔女，第一次的魔女，你看什么看啊？心情不好，喝个几杯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，我很开心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劈火焚身啊！我不要开心鬼啊！可怜，心情不好，你在开心什么？你哭什么衣服啊你？你们两个。把狗绑起来，快点！哦，好好好，你把绑起来，就把他嘴巴塞起来，把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，十四岁，三，开始啊，站起来啊，乖乖就好了，是的。好，那个魔女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爱的信物了，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爱的信物，爱的废物啦！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，你们全部都去帮我找出一个贱人来。贱人谁啊？哪个贱人？就是那个贱人，那个贱人抢走我杰米！为什么我明明就有魔鬼般的身材，为什么他要那个贱人？快去帮我找出那个贱人！啊，也没有天使般的脸孔啊？你说什么？啊、没有啊，不要难过。有天使般的脸孔，你闭嘴啦！我才有天使般的脸孔吧？那个贱人凭什么有？快点去帮我找出来，干掉他！那个贱人是谁？我才不管他是谁，你给我闭嘴，用点脑。请问是要怎么干掉那个贱人？是要依行政法还是依你妈？看到这个苹果没？毒苹果，把这个杀那个贱人嘴就对了，接好。好，毒苹果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所以你们快点滚，快点去杀那贱人。走啦，快点给我走啦你。走。哎，朱政委走啊。不是走啊。啊、快走！朱总，留下来陪他啊！哦，俘虏了，加油！快走！好，朱总，拜！好，朱总，拜拜！就这样决定啊！拜！最近有个你知道什么叫 Candy Crush？ 好，可以，已经到了100多关了。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？真的要把那个贱人给杀掉吗？干啊！当然干、啊，依法行政啊！把这个屁股塞进他嘴里，塞进他嘴里，这怎么塞啊？靠背，装鼻子吗？还用嘴巴？那自称天使的贱人到底在指谁啊？天使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谁。哦，我们 Angeline。好、哦，不要吵。闭嘴。我们可以问看社团里面有人吗？我还有什么线索可以发现？先问那个社长好了。好、啊，对了，听说他大一被搭讪过，被廖杰明搭讪。听我的侦探口吻，林月慈啊。好，那我们徒劳无功啊！我知道答案了。林月慈，就这样，林月慈，闭嘴啊！不要吵啊！好，我们就去找那个社长，顺便把那个社长把那个爱的废物还给郑庭。OK。你们为什么去找社长？啊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找社长问清楚啊！不是哦，好吧，对啊，那去找社长吧。好，走，是，太棒了。哎，可是我手机还在那。陈轩，我是郑庭那废物，有没有看到？不知道，看到是两个，不认识。靠，没有。好吧，那你最近有跟廖杰明去吃宵夜或出去玩吗？对，然后你说那马子狗，没有，叫过。干什么？我干，这是马子狗。那你知道那马子是谁吗？你知道廖杰明那个是马子狗啊？马子是谁吗？马子狗的马子。对，马子狗的马子。啊，永吉啊，傻小永吉啊，那天马子狗的马子啊，不知道，那是什么天使还是什么的？哎，不要拿我呀。哎、欸，你上次不是在喷水池看到你跟那个谁，你不是要在一起了吗？真的假？喷什么？啊，告白了！哎呀，不要骗人呐、啊！我这镜子又拿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，陈宇，不要走啊！干什么？真的好屌啊！没有，先唱，站起来！我手都没闻到，看，狙！哇，没关系啊，至少我们得到就是那个安吉拉，你们刚没有看听到吗？谁是安吉拉？我怎么知道？告白，告白。
三级啊！我觉得我们要回去稍微商量一下，搞不好我们会得出一些很棒的结论。靠北啊！走吧，先走。上不高听好吧？一天啊哥，一群人上来啊！走了，没有进来好了。OK， 好吧。你不知道廖杰明的天使是谁？他说你很 beautiful， 但你真的不是他天使吗？你这跟廖杰明没有关系。不是廖杰明喜欢的。廖杰明天使到底是谁呀？感觉不是李智轩。好了，那我下一个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哎，王立珍，哎，王立珍，阿娟，做什么？你知道那个廖杰明的天使是谁吗？廖杰明天使谁会知道谁啊？那你知道你是廖杰明的天使吗？我才不是他天使，谁要当他天使？我很 sexy， 可是我才不要当他的天使。他那刘海是想怎样？想刺别人吗？那么长那么长，而且他那个，他那个耳环想怎样？竟然有十字架耳环在那边拎。好，好了，好 ，OK 了，好，息怒，息怒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费雪，哎，陈佳宇，干嘛？你知道廖杰明的天使是谁吗？告屁事哦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要走，回来，怎样啊？那你知道那个，你最近有遇到过廖杰明吗？没有啦，不要再跟我提那个台客、油头男、花心男、司马子狗，拜。太夸张了吧？陈佳宇。哎，威尼，威尼，你知道那个廖杰明的天使是谁吗？你有听过吗？天使不是我吗？他有搭讪过你哦？没有。啊，他为什么没有搭讪过你？太奇怪了吧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廖杰明是坏人，他坏。对。那你知道他最近有在搭讪其他人吗？最近在搭讪其他人。或者最近跟谁在一起之类的？鲍伦池吧，好像鲍伦池，居然是鲍伦池，好，重大线索，走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鲍伦池，鲍伦池，你以前是被廖杰明搭讪过？有吗？大一的时候，对啊，听说有哎。什么时候啊？韩讯，好像是韩讯，听人家说的。假韩籍的时候。他好像有哦，好像有。真的吗？那当时是怎样啊？当时啊，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啊，太夸张了吧！白痴吗？有什么毛病啊？好，他不是廖杰明的天使，他应该不是廖杰明的天使，他不是廖杰明的天使。好，那就好吧，再找别人好了。好，拜拜。要不然找那个谁，找亚瑟娘娘好了。好，就问亚瑟娘娘，她应该知道。对了，她什么都知道的，不要太强。亚瑟娘娘，啊，亚瑟娘娘。请你告诉我们，廖杰明天使到底是指谁呀？是谁啊？廖。我怎样？什么？亚神娘娘讲啊，廖杰明这不正经，天使前前后后有12个，亚神娘娘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12个太多了吧？亚神娘娘都不知道，我们只要找一个而已啊，亚神娘娘。竟敢对亚神娘娘不敬观！怎么办？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哇，你的线索很多，但没有一个有用的。我刚不是就是前一幕就跟你讲说是林月池吗？林月池啊，好，就是林月池。OK， 不要着急，不是在救我。我们问其他情侣应该会比较有用。对啊，我们就问其他情侣好了。对啊，好。我突然想到，尬字。哦，好，我们就找尬字，尬字就找他。G O D 字哦，很像尬字。好，尬字，爱通通，爱通通，爱通通。在这里。
就是要找到啊！来，这是地狱要之窗吗？智障吧？都在干嘛？你干嘛这样？快点教我啦！啊，我不要。第一个音要怎么唱？哎、欸，找到他们了！拜托、喔，哦，真容易，真容易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拜托、喔。哎、欸，嘎吱嘎吱，嘿，嘎吱，有嘎吱，能教吗？好了，来，你们两个退下来，交给我问他。拜三两位啊，晚安，哎晚安，哎不要这样啊，晚安，干你啊，干你啊，干你啊，不要这样，不是啊，不要这样嘛，我只想问你们说，廖杰明的天使是谁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？连这人都不知道、哦？知道啊，没什么头绪。好咯，当然是林月池啊。啊？什么林月池？林月池？林月池？好、啊、好，那就是真的是林月池、啊。那你们知道他们会出现在哪里吗？就是你们约会的时候会不小心。撞见他们，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，真的太 low 了。当然是内射啊！内射，走，今天继续去找。你为什么听到这两个字？内射个屁啊！真是内射？真的。你说撞进内射吗？对。哦，好，好，那里？你跟我讲内射笑话，走吧。靠！不要听到内射，就那么高兴好不好？你没看吗？拜拜。应该就会在这里啊！哎、欸，内射内射，那就廖杰明跟干，没有关系啊！走，天哪、啊，太夸张了吧？哦，在干嘛？眼睛快得青光眼了，还好吧？太恩爱了吧？还弹吉他哎！嗨，杰明，在干杰明，嗨嗨嗨，哎，月池，哎，是冰棍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！好，就用给他了，因为他没有。哎，干他自己吃下去了。蛮无言的、欸。那你觉得那苹果会好吃吗？干不管了、啊，随便那毒苹果，那毒苹果哎、欸。对啊，欸、但他真的是廖杰明天使，应该是吧？可长得很胖，对，有点胖。是天使有多胖？哎、欸，天使本来就胖胖的、啊。对啊，因为只有反肩膀。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应该就是。他应该就是，那不然我们问廖杰明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问这个，就这么决定。好吃哦，还是其他的我可以吃啊？你可以把我吃掉，你不觉得我这个人整个长得像凤梨的感觉？好黑，哎，那这个不用吃啊，你冷静啊，不要，兄弟你可以这样哈。他真的是你的天使吗？干坏哟！你不是有十二个天使吗？干，不信的话我跟你讲。可你之前不是在晚上问飞我说你蛮喜欢抱人吃的？对啊，你不是搭讪他吗？啊，你来抱抱，我打死你！没有没有，肯定是乱讲的，因为。谁啊？郑庭的废物说的、啊。对啊，鲍文子也说你搭讪他。郑庭与鲍文子，看他们两个正方不对，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马子狗。我头好晕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我饿哦。那我问你。啊！就在刚刚那个五光十色的闪光之下，徐峥嵘、吴晓还有我本人，对我完全瞎掉了啊！唉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对很多东西很多好奇呢？究竟廖杰明、郑庭宇、鲍文芝还有林月池这四个人的爱恨纠葛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更劲爆的状况呢？我们下次三筹会啊，再跟大家揭晓。谢谢大家。
Oh, ihr fallt blonde Asse.